再来呢，我们要进入优势三啊，各位，这个优势三就非常重要了，这个是我们全网营销独有的。好，各位要记住，做马厩这个项目呢，不只是全网营销，而且全网营销呢，也不是最早开始的，我们是在今年6月4号两个月前才开始加入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却是全马厩里面系统最完善、团队最完备的一个经营者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团队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思量。下面呢，我会用一点时间告诉你全网营销团队带给你什么样的优势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我 po 出来的啊，我们会教你开发陌生市场。各位，当你掌握一个项目的时候，或者你做微商的时候，你想到的第一个是去找你的亲朋好友吗？好，各位，很多人不想，对不对？啊，朋友就是朋友，亲戚就是亲戚，不要在你的事业上牵扯任何的关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时候朋友要帮你也不是，不帮你也不是，实在是很尴尬。好，但是呢，在我们全网营销，你放心，你接触的马厩这个项目呢，我们要带你的是开发陌生市场。好，各位，陌生市场来的比你的原故市场多得多，对不对？市场之大，无可想象。好，那多款的价值数万元的精美销售页，还有我们的文案，还有美图，还有注册功能。好，各位，这个如果你学过网络营销的话，这真的是价值数万元。好，光是销售页呢，如果要你一个人做，你可能要从域名开始学起啊，还要学习什么叫主机，你还要学习怎么样架设网站。好，这些呢做到好都已经心灰意冷了，缓不济急。那这些呢，我们全网营销全部帮你做好，而且呢有精美的美图，有精美的文案，有设计过的软文，那甚至呢有注册的功能，这可以让陌生人啊主动来找到你。还有呢，专属的销售页的链接，也就是说呢，你花个一分钟不到的时间注册完之后呢，恭喜你，你就拥有自己的销售页了，你就拥有自己的推广链接了。那么新朋友呢，只要透过你的这个销售页啊，只要注册成功，各位都是你的会员，棒不棒？好，等于呢，你什么都不要做了，只要做注册，然后呢，复制贴上我们的文案，各位，陌生客户很容易就主动找上你了。还有呢，我们拥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，叫做全网360，哈，到高优质的网站无限投放你的广告。各位，你有没有看过百度的百度的竞价，还有呢 Google 的Google AdWords 这种竞价，这种广告看板？好，这种呢，通常啊，都要有钱的这个店主啊，才敢去投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别人一点击，你就要被收钱。那么代表这个广告主呢，一定要准备大量的资本，才敢去其他的网站投放广告。尤其呢，都是一些知名的广告地方，好，知名的一些网站。那如果你想要在那边曝光你的商品的话呢，你就要准备大把的钞票，那交给 Google， 交给百度，你才有办法去把你的广告放在别人的网站上。好，告诉各位，今天呢，你看到我们全网营销真的有福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帮你设计好了这个宣传文案，甚至呢广告看板，甚至呢帮你啊投放到你认为它呢是不是流量很高、PR 值很高的这些网站，你自己去找，你找到了，你通通把它的网址复制到我们全网营销后台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广告看板呢，我们都帮你做好了。就像我现在上面发出来的这张图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有个箭头往下指，各位，那个就是我们帮你准备好的广告。我们放在哪里呢？各位，你看到左边我放在中时电子报，这是一个很知名的电子新闻网。右边呢一个环球网，也是中国大陆很知名的一个新闻网站。好，各位，这个在线人数啊，看的人都很多，那我们的广告呢，就轻而易举的上架到他的网站上了。平常你这样子呢，大概要一个月花个数十万吧。好，数十万的广告费，可能你都还不够用。但是呢，你有了全网营销，一切搞定。你要放10个这样的网站，20个、100个、1000个、10000个、数万个，随你放。要不要钱？告诉各位，因为全网营销而让你不用钱。所以呢，你可不可以在这上面啊，到处去投放你的广告？好，可以哦。那别人一点击呢，就带到你的销售页去了。然后呢，留下资料之后啊，就是你的客户了。那就算呢，他留下资料，他想要找你，
我们的全网营销后台也告诉他你在哪里，好，他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你，甚至你也可以找到他，哈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好，那之后呢，该如何的说明、缔结、成交，都由我们的教练也会协同协助你的。这个就是我们全网营销独有的全网360的功能，好，让你一毛钱都不用花。再来呢，所有的功能啊，不只是我们的电脑端可以使用，甚至呢手机端都可以使用啊。上面我发出来这个全网360功能呢，这个就是呈现在手机端啊，自适应手机端的一个功能啊。广告看板呢也是大小刚刚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适合手机。当你在搭公车啦，或者多余的时间滑滑手机呢，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文章啊发到群里面，微信群、Line 群、Facebook 群，好，让人家去看，诶。这个新闻网的标题下的又非常吸引人，对不对？那你发出去呢？好，群主不会把你踢出去的，因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主题哈。但是他不晓得，我们的广告就暗藏在里头啊。所以呢，你也可以很安稳的留在群里面，没有人会踢你，但是你又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做广告，没有人看得到。只有呢，点击进去的人呐、啊，看到了你的广告，好，但是他也不知道那是你的广告，因为一般呢，很多的网站里面本来就有广告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可以很安稳的混在很多的群里面，好，去吸引、去发展你的这个事业伙伴。好，再来呢，还有微信万箭齐发的软件，好，这个软件呢，目前啊应该是市面上最强势的一个软件了。那这个软件呢，它放置在安装在你的电脑端就可以了。啊，一般呢放在手机端的软件呢，容易占用你的内存，好，气到你的手机想摔掉了。那目前呢放在电脑端使用的话，完全没有这个问题。啊，那它的功能非常齐全啦，不管是自动进群、自动退群、自动删除僵尸粉。自动好友的回复，或者是呢，电脑版还可以多开哦。哈，那自动群发什么，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了哈。反正你想的这样的到了呢，大概这个软件都可以用。好，各位要不要钱？好，外面卖个400-500块人民币一定要。在这里呢，只要是我们全网营销跟我们合作嘛，就这个事业体呢，各位免费送给你。还有呢，刚才上面我提到了啊，当然也不止这样的一个微信的软件，还有 Line 的软件、Facebook 的软件，通通都有。还有呢，更多网络营销军火库，像 QQ 营销啦、论坛营销、Facebook 营销、视频营销等等的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在我们的会员区呢，246我们都会上课。那还有呢，我们的全网营销后台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些军火库，全部都是要送给我们的正式会员。那更强悍的呢？我觉得是最后这一点哈，一对一的教练协助。好，各位，很多的系统呢是开通之后你自己学。好，你想要找人，写信给客服。那你要问个东西呢，可能一天两天后才有答案。好，告诉各位，我们在全网营销配合嘛，就这个事业项目呢，我们有个专属群，教练也都在里面。那么你有问任何的问题呢，只要一问，好，各位，我们的教练都会随时回答你，而且不会问你的推荐人是谁，哈，只要是全网营销的伙伴，一视同仁，只问你会不会，只会一直一路一直教导你怎么样解决你的问题。好，也就是说呢，你加入我们这个事业体系，可以告诉你，你赚到的不只是在毛就上面的奖金。甚至赚到的是你的脑袋，是教会你如何网络营销。各位，当你学会网络营销，你后半辈子就无忧无虑了。这网络营销的这十几年来呢，经历了非常的多。好，告诉你，你只要拥有这样一技之长啊，你今天不管操作什么项目，你都一样可以成功。在任何一个商品、任何一个项目里面，你都可以随时从零打到有，因为这个技术是你的。别人也带不走，但是你知道要学会这些技术，我可是花了几百万哦。这十几年来，我也是在学习上面花了几百万。但是现在呢，你只要跟着我们全网营销，跟着我们操作同一个项目，各位手把手教会你，让你省下好几百万。学会的，告诉你，绝对也超过几百万的价值。因为呢，在你的手上，当你发挥了任何一个项目，接到任何一个项目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得心应手。好，这十几年来，我也不止操作一个项目，可是每一个项目呢，我都可以快速的月入百万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要教给你的一个技巧，是你生存的本能，不在乎说是不是只有在马厩上面让你赚到钱。我们的宗旨是要教会你这些网络营销实战的技巧。
好，以上呢，这些呀，都是你跟我们合作呢，你绝对拥有的一个优势。好，那如何合作呢？好，下面这张图很重要哦。好，大家也可以把这张图点大呢，你就可以仔细的看套餐一二三四下面的一个专享。啊，那以套餐二来讲呢，好，各位，上面有一个图，就是一个 VIP 推荐两个 VIP。那这个呢，假设这是一个金三角，这三个单位都是你的。那么你第一个单位推荐两个，我们刚刚有提到过，是不是已经回本了？产品已经是多送的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在外加呢，套餐二以上，我们再赠送你全网营销的正式会员资格。好，正式会员资格呢，我们初期呀，我们的售价是在1800块人民币，好，在台币呢8000-9000块。那现在呢，各位你只要参与我们这个 Module 的项目，好，我们的计划从套餐二以上，我们就会赠送你全部的全网营销的资源，也就是正式会员资格。好，正式会员资格当然拥有更大的优势啦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这个软件呢，一概全部送给你，甚至以后会不会更新？会哦，软件是有寿命的，好，随时都需要更新的。那你通常买了呢，不见得有更新的机会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送你，而且还要帮你更新。好，各位，很棒吧？所以呢，套餐二、套餐三、套餐四才是最佳的选择啊。那套餐三、套餐四呢，当然拥有的奖金会更加的丰富啊，因为呢，这是马厩里面的计划，用第二个级别加入或第三个级别加入呢，奖金当然是越高级别收入的是越高。好，那上面呢，这个是跟我们如何跟我们全网营销合作啊。那最后呢，我再用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跟大家。分享一下啊，我们综合一下。第一个呢，马厩这个项目啊，金额小，滚动速度快，所以呢，各位全球一张网，你只要坐在你的家里，电脑打开，你就可以扩张全球的生意了。还有呢，高优质的产品事业，我刚刚都已经分享了这两个超有感的商品哈。那再来超嚣张的奖金播放比，刚才也分析了几个重点。还有呢，各位最重要就是最后这一点。互联网的超级营销团队啊，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有分享了很多带给你的优势。那这些优势呢，我也可以告诉你，几乎只有我们全网营销有办法提供。好啦，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哈。以上呢是全网营销啊，结合马厩这个项目啊，带给大家的种种优势。好，那么一个呢是项目很棒，一个呢是系统更强哈。所以呢，各位啊。小成功靠自己，大成功你一定要选对团队，好，你一定要选对系统。全网营销呢，不是仓促成军，全网营销早就准备好了一整年，好，我们的教练也准备好了一整年，那就是等着掌握这样的一个机会。那既然掌握了呢，我们就不会放过，好，既然掌握了呢，我们就是全力以赴。那各位，如果你能够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，我相信你的速度会比别人更快。对不对？好啦，那今天呢，Carol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好，预祝各位呢，在网络营销快速的赚钱，一切顺利，快速成功。好，那全网营销呢，也欢迎你的一起加入。好啦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大家晚安喽，拜拜。